十三梦境主题艺术展于今日正式开幕，国际知名作品《远山》《尘嚣之上》等多件艺术品将再次展出。这幅画作是我们本次展出中最重要的一幅，大家一定保证万无一失。逐一核对身份信息、票据信息、邀请函，不许放入任何一个无关人员。好的。你好，站住！正电为什么断电了？不知道哪根电线断了。那多长时间能修好？这个我不敢确定。我尽力。好，抓紧时间。小心点，别抓住了。在哪儿？保安室。你们两个去维持一下上网秩序。好。你是不是姓邓？你姓邓？对呀，我叫邓宇，邓建国的儿子。我爸也没说我有个失散多年的哥哥呀。没事，放下。谁是你哥？你啊，咱俩长这么像，你要说你不是我哥，谁信呢？我问你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从大门走进来的呀。邀请函呢？哎呀，丢了。不说是吧？那我报警。别，你别什么事都麻烦警察呀！我说还不行吗？我就是想看一眼远山，可你们这票价太贵了。我发誓，
我就是看一眼我就想走的。然后呢？临时起意决定偷画是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看见别人想偷画，我去制止他们。你多大了？十七啊。十七的谎都不会撒。看你不能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警察说。要不是有这个，还真被你给冤枉了。有功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不如查查自己人。现场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这个工作牌，但就你是外人。对呀，我一个外人怎么可能有这个呀？这个是我从那个小偷身上拽下来的。你呀，还不如查查内鬼。老大，骨头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小李，把他赶走。这么一点小事都搞不好，我让你给他搞点小破坏，你倒好，你这把话给毁了。哎呦，我也没成想半路能杀出来个人，我当时吓坏了。你现在没有工作证，这样太明显了。你趁他们都在忙，赶紧先走吧。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啊，不是，哎，喂，你撞人就想走啊？万一我受伤了怎么办？这样，我给你写个电话，有事联系我，我先走了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！我还有点事儿。手机，看一下。谢了。难得陆总可以想起我呀，我这卖你人情的机会。那可不是天天有，你就别调侃我了。不过你这办画展的怎么还现场接画？别提了，刚才有人混进来闹了一通，压着的画弄脏了。谁啊？怎么回事？一个小孩放了，反正也没什么实际损失。哦，没事就好。悠悠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他跟你在一起啊？他去谈专栏的合作了。汉时金也该来了。没事吧？来，把手机还给我。什么手机啊？你还不承认？不是，你干嘛？你别太过分了。不是，我衣服，我这什么？你拿我手机干嘛？你还不承认？我看你分明就是个贼。你说谁是贼呢？我。
我是因为抓贼才拿错手机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抓着他了。你还有理了？你就是个小偷，就是个贼。行，我就是个贼，行了吧？我出来就为了当贼的。哎，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不用，别再让我看见你了，丧心。陆明，子轩。哎呦。我紧赶慢赶，还是错过了开幕式。怎么样，还顺利吧？出了点小问题，但子轩帮我解决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。你工作那边聊得怎么样了？约到专栏了吗？什么专栏呀？现在连普通的投稿都很难排得上的。怎么会啊？哪家公司这么没眼力劲儿？告诉我，让他公司分分钟倒闭。行了，马少爷，不是什么公司都能跟洪氏集团相提并论的。您就大人有大量，放他们一马。那不行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，你俩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我最讨厌那些势力。得了，你消停点吧。我家悠悠文采这么好，没看上是他们的损失。嗯。哎，那个，我今天吃饭过来的，我可吃不下狗粮了。陆明，你带我看看画展吧。好啊，娟，走吧，一起看看。万一有你看上的。充实充实你们家那库房也挺好的，是吗？嗯。别等早餐凉了再吃啊！我上班去了，爸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跟我妈呀？我妈？没有啊。你跟我妈到底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儿子，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那种？你见到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了？对啊。说什么胡话呢？又不是双胞胎，哪来的一模一样的人？不是，那你怎么就能确定？我不是双胞胎啊，不是你弄丢了一个呀？是不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，产生幻觉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。你现在的成绩，我跟你妈很满意啊。该玩的时候就玩玩啊，劳逸结合。我走了啊。没有血缘关系，还一模一样。今天是展会的第二天，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，不能像第一天一样，再有无关人员混进来。小李，发下工作牌。这是大家的工作牌，闭馆后必须收回，大家一定要妥善保管。我这儿有。昨天生病请假。忘记交了。好了，大家准备一下，10点准时开馆，解散。陆组长，您不是在里面吗？跟我来一趟。哎，不是您让我在这接待贵宾吗？我有别的事安排给你。小李也忙得差不多，要不……哎，不是，我说话不管用啊。怎么会？主要是我们这人手也不够，要不然您和赵组长商量商量。没别的意思，昨天活动的事儿想问问你。
昨天准备的时候你在哪儿啊？我和赵组长在 VIP 室。开始之后呢？开始没多久，我身体不舒服，我就请假了。你也知道嘛。哦，身体没事吧？这是我昨天不小心在家磕的。哦，哎，你这工作证不是你那个吧？就是我的呀。还不承认？陆组长好。陆组长，你别跑！陆组长，发生什么了？昨天那个小子又来了。谁？就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。你们看清我是谁？快快快，不要让他跑了！来，误会，真不是我。抓住是你，放开我！不，哎，抓错了，这是陆组长，赶快扶起来，赶快扶起来！对不起，陆组长，抓错了，这真的太像了。这个，我真的是回来帮忙的，我有证据，我差点就抓到他了。组长，这个你看怎么办？报警！警察同志，我是一高的教导主任，邓宇怎么了？邓宇同学影响公共秩序，接连两次混入画展会场，造成了一些纠纷。影响公共秩序？警察同志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邓宇这个孩子我还是很了解的，他平日里是贪玩了一点，但我敢以我的人格担保，他的品行绝对没有问题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还敢动？你还有理了？误会了，误会。这是另一方当事人陆明先生。陆明，蔡主任，我在这儿呢。虽然邓宇确实存在影响公共秩序的行为，但是展品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。邓宇还未成年，学校这边也表态说是会严肃处理。你看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了。希望你们以后能管好自己的学生。是，一定好好回去管教。行了，确认一下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把孩子带走吧。坐下。这我说你什么好呢，邓宇啊？你这平日里来几次校办公室也就算了，我现在都得到派出所来接你来了。主任，我是被冤枉的。那你说是警察同志冤枉你了，还是我冤枉你了啊？你再看你穿的是什么，有个学生的样吗？这是我爸的，我穿成这样就是为了悄悄地溜进会馆。我昨天差点就抓到他。那你这意思就是你承认你偷偷进人画展了呗？这亏得我刚才替你说话呢，你呢？这一高的脸都让，不好意思，这一高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还想让你再开学当学生代表呢，你别当了。主任，我演讲稿都写好了，改成检讨，5000字的检讨，当着全教室的面念。公司这么多年办过多少次活动，这么低的满意度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会展项目交给赵海一组来执行。好的，张总。你们组这个月的绩效奖金，还有你的全年个人绩效奖、年终奖，全部扣除。对了，周正，月华那个项目怎么样了？月华那边比较难缠。已经出了十几个方案了，但是都没通过。月华这个项目是我们这个季度最大的项目，我们要不遗余力的把这个合同签下来。张总啊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陆明他们组刚好闲下来，张总，我觉得还是让他们负责吧。那好吧，把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吧，务必协助周正。把月华这个项目给我拿下来。
我再信任你们一次，不能再出错了。就是这事让这小子栽一跟头，没想到又让周正给救了。老大，一旦这个方案成了，顾明是不是就当上总监了？只要我在这个公司一天，这个位子就一定是我的。典礼这么大的日子都敢迟到，主任，我肚子疼。我也是啊，大人对不起。行了行了，别给我来这一套，升国旗多重要的事儿，赶紧准备去。把衣服整好啊。各位同学，各位老师，嘉海市一高开学典礼正式开始。哪个班的？老师，我刚转学来，还没分班呢。刚转学来第一天就迟到啊？你还真是个人物。正好上主席台，让同学们都认识认识你。你学校迟到这么严重啊？大会第三项，让我们有请学生代表邓宇。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。但是，我作为代表却没有发挥好表率作用，我十分痛心。所以今天，我要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儿自我检讨。就在暑假的时候，我怀着对美术的热爱去了艺术馆的新展会，却没有想到我撞见了一宗案件。在学校呢，在课堂上，我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本着这个原则还有老师们的谆谆教导，我选择了挺身而出跟歹徒做斗争。就在我冲上去的那一刻，我想这个麦要给他们，让他们开会做检讨。匹夫有责，我冲上去拉倒什么了？才下过去。别而且一个人是
两个像话吗？啊，好好的开学典礼闹成什么样子了？校长、老师、同学们都看着呢，不觉得丢人吗？尤其是你，邓宇，不要仗着自己有一点点天分，就不把老师、同学放在眼里。你离江海大学还远着呢。你听见了吗？好像是在骂人，骂人。还有你那个检讨，你写的那是个什么东西？有一丁丁点承认错误的意思吗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拯救世界去了呢。主任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就别骂我了。哎，那天在派出所，我是不是就应该扒柴大轿把你抬回来呀？笑，你还好意思笑？我是不是没说你啊，徐小小？转学的第一天你都敢迟到啊？这你父母跟我说你不好管，我还不信，我现在是真信了。对不起啊，主任，我下次不敢了。一个二个认错都挺积极，没见你们改过。要不是今天分班，我非得让你俩跟这站上一天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主任，我都道歉了，您就让我回去吧。回去可以，但是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算。接下来一周，不，接下来一个月，你们俩我锁大礼堂去。啊！我告诉你，谁敢偷懒，我就再加一个月，加到他老师为止。还愣着干嘛？赶紧走！疯婆子！扫把星！疯婆子！扫把星！疯婆子！扫把星！扫把星！疯婆子！疯婆子！疯婆子！回去。咱们两个也一个班。哎，缘分呐！王爱军也和咱们一个班。哟，没想到你们这帮歪瓜裂枣也能进重点班。阴魂不散呐！有些人分完班都躲不掉。邓宇，你别太嚣张，有能耐，咱们第一次月考见。哼。他是谁呀？他是王爱军。原来跟宇哥一个班的，什么事都被宇哥压一头，难受着。哦，就是他呀！我听说他特意求着教导主任要来六班的，暑假还报了特别多辅导班，原来就是冲着你来的。走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请问这位子是随便坐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啊，谢谢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来我们班干嘛？
着你和他并肩走。